提拉米苏有 pick me up 的含义，意思就是带我走，或是留下来。好想抱你哦。心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听到不同的心跳声，也许还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你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明天晚上10点，扑通扑通，我爱你。